我要碰，我不打。打打你不打。碰，真惹人嫌。这个是工人机吗？老李，你又惹事了。关你什么事吗？哎呀，老李，今天妖姬打给我碰的嘛，那要整个饼给你吃嘛。来，这饼。谁稀罕呢？整天找我不找出来。二条，你还敢说话？小邓啊，不要跟老李吵。等一下我带你去山上看飞机。真的是妖姬哦，经理要干三条。经理是工程人，你不知道啊？三条。哎，等一下，让。注意了啊！再告。听白了哈。老李啊，脑袋又嗡嗡的吧？经理，你手气好哦，就像挖挖机一样，连挖三个。嗯，挖挖机，哦，气筒，气筒。等一下，砰！哎呀，四轮抬轿了呢。四轮抬轿，哦，五条，五条。哎，等等。太脚，稍等一分钟啊。华哥，那个80万的项目要不要接？嗯，以后第100万以下的项目你自己做主，不要找我，我忙得很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哈。四条，鸡蛋热了哈，我现在想胡哪家去胡哪家了哈。6万，不，哎，我不打了，5万。七条，我看一下今天谁数多哈、哦，好吧，碰，追着他打七条，哎，我、哦，骑单车，骑单车，你不服6万的吗？刚才小邓打了七条，你不服？我又没跟你说我要服6万，我刚才也说了，我想服哪家的就服哪家的。哦吼，又点炮了吧？